宣传你，阿米尔肯定会来吃直播间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不吃他的狗。中王点的药剂合剂吧，血之之物。买地线，哇！直接被打我半血，哎，应该死了吧？一开始没演过期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打得太激烈了。怕了打不死吧？别闹别闹，这个漂亮啊兄弟啊。啊，一塔的盟都没了呀，大哥。完犊子了，难道有羽毛刀我也干不死他？开吧，哇，我现在都被打残。哎，这波是什么鬼？阿米尔肯定会来吃直播间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不吃他的狗。
昨天我操作没操作好。龙后面肯定会有人的，他不可能一个人。拿到头呀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我下播了呀，兄弟们！我下播了，明天来吧。